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今天我又来奶奶家了，昨天给爷爷送的韭菜，不知道今天爷爷想吃点啥，咱们一会儿过去看看去。我刚吃的是什么？太甜了。你妈妈俩什么时候啊？几点了？快四点了。你今天下班闯什么胎啊？那我要原来吃芹菜来，那不有吃饱我的吗？嗯，有几他包了包的。啊，原来包就包的吃呀。你今天下班闯什么胎啊？今下班啊？啊。我那是我这，家里干吃芹菜。老杨。嗯。炒芹菜吃吧。芹菜和鸡蛋。什么？芹菜煎鸡蛋。芹菜煎鸡蛋。啊，是吧？是。你是吃的是？你吃吧。嗯，我不愿意吃那芹菜。那你吃什么？我有韭菜嘞。韭菜什么呀？韭菜煎鸡蛋。你到底吃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咱们出门还下水来了。不是饭还有吧？还想吃干饭？啊，那个米面卷子还弄虾子，再有个老干饭，和你个丈母哼他。今天这鸡菜煎个鸡蛋吃？哎呀，那鸡菜老早还没蒸。鸡菜不能吃，刚在柴火里头。没蒸也能吃了。不能吃。我爸爸这两天天天出去弄鸡菜，别去弄那去了。俺家俩闲着不是就去弄鸡菜去了，看不着人去弄鸡菜去了。俺家俩那鸡菜满了，哼哧哼哧弄一盆子，哼哧哼哧弄一盆子回来。别去吃去了哈，进来吧，爸家。包着暖和暖和了的，大伯不暖和了，那咱起来。我不会了，那别的就我去了。嗯。我给你这个口子的。那个猪油锅，那个肥猪油，煮那个汤，下上面汤，有上那个那些卤子什么的，是不好吃，品尝。俺姥爷点的细面。啊？就是。弄点猪大油，满锅的是油花子，很香。什么呀？细面就是人家结婚的嫁闺女的那不是吃细面吗？嗯。那个细面，他掺那个细面，那个有油丝儿，有鸡蛋那个鸡蛋的那个叶儿。那个，我就吃了一会儿，两会儿。什么？细面，那是结婚吃是吧？洗面啊，嗯，那时候我都裂弄来，我这崩了裂弄了。那可把那个鸡蛋打上，就那个钞票了。啊，一滚，那么一转。一来一个家门，一来一个家门，来那个鸡蛋家门得多那个红油丝儿，搁上一点葱花油这一搁上，卷起来是个亭子夹着，上锅蒸蒸。熟了，拿出来晾晾，嘎的一股儿一股儿，又是一朵梅花了。好几面不裂了，太费劲了。嗯，太费劲了我。还得落些鸡蛋下呢，啊，多油下子。再蒸上锅蒸出来。叫哪买呀、啊？你刚给我钱。这我的，上这磨面房里去买不钱了。哎，我光哎，别拉，别拉，别拉，哎，别拉。我买不着呀，您吃不着，俺有。接下来下车吃的啥？吃哪的呗？上那就下的那面条儿。来，什么东西？拿着哈。
哎呀。